去死！八姐，你为什么不躲啊？累了，我发财了。你看，没等。八姐，我错了。宝姐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宝姐！我以后再也不跑了。我以后会乖乖当你奴隶。我让你再跟他嚣张。现在知道个贾政与卓龙追的厉害了吧？我方正豪真是瞎了眼睛，看上你这种对一个没有战意的姑娘背后下手的杂碎。出来，让我看。行通过来。爸，我来吧。你要干嘛？说好了要来送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来。走，出来。三哥、四哥，你们带这么多行李干嘛？不是送我吗？我们俩跟公司请示过了，去龙虎山看比赛，就当度假了。哎，公司放心，我肯定拿冠军回来。啊，你们就不用去了。谁说是陪你了？咱们公司参加艺人演武大会的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。不是说这种机会只有像我这样的少数人才能去吗？还有谁要去啊？规则早改了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宝儿姐去？那我这段时间都是在陪宝儿姐练。当经理陪练，你还不够给？那宝儿姐去了，我还去个屁啊！放心吧，宝宝去是替你摆平难缠的对手。怎么摆平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可以了，麻烦您张开双臂，抬高一点。
玩具。那这个呢？Yes, 玩具。大家注意看，现在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出本届比赛的主办方，来自龙虎山天师府的第99代天师张之伟。各位，久等了。这一人演武大会，除了例行的祭祀外，历来都是咱们这些练气之人交流的机会。当然，你们来此自然不是为了学习我们这些老家伙坐下来谈玄论道的。既然大家想切磋，我就不絮叨了。这次艺人演武大会一共有128名选手，冠军只有一个。比赛采取淘汰晋级的规则，抽签分组，保证公平公正。第一轮4人一组决出胜负，唯一胜者进入下一轮比赛，然后再比试再淘汰，直到最后胜者的产生。四金也太难了吧。比试取击倒取胜的判定原则，以击倒对方作为唯一的取胜标准，除此之外无规则，一切手段皆可用。如果实力悬殊，可以认输或者弃权。现在开始抽签分组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还不赶紧扫码下载？这是我们龙虎山官方的 APP， 抽签分组。天干代表你进场较量的顺序。天干下面的每一种动物都有4只，抽到相同动物的人同场比试。我这运气也太不好，白虎听起来就很凶，我得换一个呀。别咬了，怎样搜就要贬搬砖了，我使假花螺跟你换。八戒，还是你对我好。换不了的，实名认证的。嗯，怀疑这个大儿贼。孙子倒是蛮端正的，当初我要是能够找回回忆。咋非得拉我过来？张楚岚现在人气挺高呀。人气，气人才对吧？这么多人都是为了过来看他被痛扁一顿。宝儿姐，张楚岚马上都要比赛了，你怎么还在睡啊？你不担心吗？有啥子好担心嘞？他肯定会赢。对面可是千夫山善士同，分分人气。哪又是张楚岚赢？阿南，32强赛第3轮。张楚岚对单世同，请选手入场。不要脸，张楚岚！Thank you.
我听说老天师这次是要力保张楚岚获胜，把天师渡和通天路交到他的手里。怎么回事？单世同人呢？单世同，单世同，听到请速速入场。还是没有找到。那都找了吗？对。那个单世同要是不来，是不是算我赢了呀？单世同不能按时进场比试，视作弃权。胜者，张楚岚。我不承认，张楚岚，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卑鄙小人原形毕露。张楚岚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不说了吗？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比赛进程啊！我今天就是废一只手，我也要跟你打一架。上！哎，小子，艺人演武大会可不是你寻头私斗的地方。道天，你放开我！我没有对龙虎山不敬，也没有对演武大会不敬。